我们在台北儿童新乐园，今天是2021年的12月31日，难得的休假日，小孩也放假，爸妈也放假，我们就带着蛙宝来玩。我们买了噔噔噔，不，我们没有买，我们是之前故宫卡送的那个一日券。可是其实呢，今天玩一天下来，我们从12点玩到现在6点的时间，玩了整整半天6个小时，发现假日来真的不用买一日券，因为排队排的人龙非常的非常的长。我们只玩了4项，然后呢，每一次大约要排30到40分钟哦，所以大家来其实就可以买那种就是一次20，就是付20块、30块、10块钱那一种就可以了，会相对比较省钱。然后这里面吃的啊、玩的还设施非常的多。晚上我们今天到晚上8点，所以晚上的还蛮漂亮的，从早玩到晚还蛮超值的。如果是小朋友来更开心。那我们明年见喽。